七岁的陈坤冻龄外形帅气模样吸引众多粉丝喜爱，而陈坤至今还未婚，但有一名21岁儿子悠悠，孩子生母身份则一直未透露。近日陈坤出席伦敦时装周，就惊喜带着儿子现身，只见陈坤穿着绿色格子的西装套装，梳起油头，帅气十足。旁边的悠悠身高和陈坤差不多，他戴着黑框眼镜，身穿紫绿色的帽 T， 相当有型，两人站在一起简直像是兄弟。父子俩罕见同台，让众多网友纷纷留言，一时分不清谁是儿子谁是爸爸，不愧是陈坤的孩子，小男生快比坤哥还帅了。两人同框画面意外掀起路网热议。Bye.